我是七二娃，今天我要帮我和我哥这几天抓的淮山拿去卖，看我再换水了。看吧，今天还下起毛毛细雨的。今天好像是二五八，赶兜山。走，彩哥，我你走了，走吧。这块听多少年了？走啊，快点哦，彩哥。还没天亮的嘛。哎，早点去嘛，等会儿进来人都没得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镇上面了，天还没有亮，然后先吃点早饭。哎，菜哥不要在那儿二姐，这个不行，等会儿。这话呢，你。这个安全帽是把口罩戴起。啊，戴口罩啊。嗯。人太多了。哎呀。哥。哎妈，这天气里面，他们的样子都不一样。你晓不晓得？他有卖黄山的不？走黄山的。我来接收。我给你收啥？给我。中山。啊，我晓得中山，中山哪儿嘛？就是我们那边的。就在那房子不？好，谢谢哈，加油，杨队长。你这鱼好安逸哦。哥，这个多少点儿哦？45米。啊，也行啊，好，谢谢。就是那个，大哥。多少现金？九十吗？七十，给你算。好了，两条龙。七十。加点嘛。不敢加。不敢加了，这个。哎呀，我不加现在不到。好，你加。之前我可卖成80块钱一斤，现在70块钱都不敢加了。四百九。要这个？要的。这个还有。这个还有条。这条是活的。活的啊。拿的嘛，拿的，要拿15块给你，15块给你，要不是4倍。刚刚是490，那条黄鳝4块钱嘛，亏了得，干不得。那个，我喊我姐卖黄鳝，害怕要亏哈。500块，走了，大哥。好久都没有赶船了，好多人了。我小时候最喜欢过年了，因为过年就有好东西吃，好衣服穿。现在的话黄鳝我也卖呀了，然后我哥最近割黄鳝也辛苦了，我准备去买点东西回去犒劳一下啦，走走吧。还有多少菜？买个20。我那天才买的十八的。20的，这些都是完美。还买完的，这个黄牛给你才多嫩几的。买多少的？56，是不是？55嘛，七百年嘞，块钱5块钱。好，要得，在。哎，55吧。哎，55。我的钱呢？我的钱呢？你超钱了吗？不管了我呀噻。你钱是呢？我怎么给你？稍微也行嘛，我不干那5块钱，我咋子办的？喊你敲不稳了。把我的手机放那儿。500块钱，我想买了。
哥，哥，哎，你干啥子哟？起来了呀！哎呦，我，你家鸡叫哪里去？哎呀，都是帮忙，才哥。干活的时候，你别忘了我，你自己搞弄的。没有鱼了。我跟你说个事。又没排骨回来呀？没排骨给你。那我啥子？你中午来今天吃啊？啥子熟？你交没来呀呢？嗯，我把钱给我了呀，没还他的钱。你真的是。买好你嘛，今天回来。没呀，70块钱已经买500块钱。一哈子了，不晓得咋了个。大过年啊，没货本的人多得很。你手机捡起才没在身上啊？我手机藏在裤儿包包头，但是我没想到把钱藏在裤儿包包头，那藏在包包头都不在呀。你这大意的很，真的是。搞被搞漏了，未必人家搞得回来啊。不赔噻。你说呢？不赔。你清楚了都。看你这个教人真的是，人都没搞漏啊你。人搞漏就好啊，那行。